们这个项目的介绍呢，我之前就有所了解，然后呢，我其实对你们的项目还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，不然今天也不会约你。请问各位需要茶水或者咖啡吗？茶就好。慢用。那段经理你呢？不用了，我在开会呢，麻烦您呢，没什么事就别进来，好吗？好的。我们再说说这个关于产品的意思啊。自己能力没有认可好，还没礼貌。我其实觉得目前的市场的状况来看呢，我们的产品其实不是那么好，在一线城市或者是二线城市有一个非常大的。请问您需要续杯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你呢？不用。投资回报啊，确实是跟我们所做的这个数据呢。请问各位还需要甜品吗？你呀、拿几个瓶装水放在这儿就行了，其他什么都不用，我在开会呢，别打扰我行吗？好的。瓶装水我也不要了，你不用进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有点失控啊，刚才稍微有点我们再说啊，就是投资回报这件事儿，我觉得跟我们做的数据简直是差异的太大。